诛仙剧照乡村爱情风，孟美岐被说丑，粉丝怒骂原著粉。这部电影改编自萧鼎小说《诛仙》，之前由李易峰、赵丽颖的电视剧版《青云志》在先，所以影版要想获得高票房，还是得看质量。即将于9月12日上映的《诛仙》，提前发布的海报果真雷人，造型师估计是乡村爱情故事的忠实粉丝。《诛仙》好歹讲的是修仙门派，不是丐帮好吗？剧照中张小凡、陆雪琪、碧瑶、田灵儿纷纷露出阵容，通过剧照也能看出张小凡与陆雪琪、碧瑶之间的感情纠葛。书中的碧瑶和陆雪琪都是顶级美女了，孟美岐的长相比较清秀，和美丽动人的碧瑶还是差距很大的。看着乡村爱情之诛仙的雷人海报，原著作者萧鼎也坐不住了，发博表示无语。